大家好，我是学长，欢迎来到学长开箱。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是 Fellow Old 魔豆机哈。之前学长也做过类似的影片哈，如果各位还没有看过的话呢，欢迎点选左上角的资讯卡哈，可以去了解一下学长对于 Fellow Old 的评价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不是在重新开箱 Fellow Old， 而是我们要来探讨一台全新的 Fellow Old 魔豆机。大约需要磨了多少豆子以后呢，它才会到达它的刀盘的最佳状态？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Fellow Old 的说明书哈，可以稍微翻一下，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注意事项哈。如果大卫有注意看的话呢，它里面告诉我们说，大约前十磅，在4500克的咖啡豆哈，请勿使用刻度一，这会使刀刃碰撞导致刀盘崩角并发出碰撞的声音。其实这个注意事项呢，它背后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 Fellow Old 的这个刀盘在刚出厂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制程的关系，所以刀刃上面呢会有少许的毛边，那它就比较像是比较不锐利的刀刃，在研磨过程之中比较容易产生较多的细粉，导致你喝起来刚开始可能会觉得body好像过重了一点点齁，然后你的目标离你的目标值呢可能还有点距离。所以呢 ,Old 磨豆机其实是需要驯化的齁。那根据学长跟一些朋友齁，一些高手们的一些互相的研究，大约齁是在1公斤到 1.5 公斤左右的咖啡豆齁，那个毛边的修饰的状况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所以今天学长就来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一台新的 Old。它是否真的在刚开始，然后进到更多的豆子，然后最后到一公斤甚至一公斤以上的时候呢，它的毛边的状况会减少到最少，并且呢能够磨出更好的风味咯。OK 齁，所以我们今天的实验呢就要分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是全新的 Old 齁，现在这是刚刚开箱的嘛齁，是全新都没有磨过任何咖啡豆的 Old， 我们先煮第一次。然后呢会把这个500克的豆子呢，这就是那个蚕豆，就是烘豆间的一些坏掉的豆子或是一些不熟豆子，反正没关系，我们就是抄它，把这500克豆子呢全部磨完，然后我们进行第二次冲煮，然后呢比较一下跟第一次冲煮，然后比较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再把第二个500克呢也全部磨完，就等于说呢最后状况呢会是1公斤左右的状态，那我们再进行第三次冲煮来比较一下1、2、3次冲煮是否对风味的表现上面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准备开始第一次冲煮。那目前 Old 呢它是完全没有磨过一颗豆子的状况，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要磨之前呢可以先抓个3克到5克的豆子，稍微把里面的那个刀盘跟通道呢稍微洗一下下，不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做工上面的一些残留物，洗干净一点对你比较卫生上面比较 OK。 OK， 所以我们大概抓了一点点，我们来先洗一下。OK， 好，大约就这样哦，3克到5克没关系。那我使用研磨度呢是 4.1。好，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第一次冲煮。那我们采用20克。好。学长自己感觉起来，声音的部分是确实比我之前那一台样品机的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哈。这也跟可能跟毛边有点关系哈，因为它目前呢，可能它的接触的位置呢还没有到修正的很平准。好，不过我们待会也会一起测试哈。好，我们来冲煮吧。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冲煮法哈。好，我们先做闷蒸，1、2、3。看到后面感觉起来就比较堆叠一点点哦，水就比较会堆积，确实有点那种感觉哦。我们可以抓2分30秒，基本上应该是 OK 的。水解加，香气其实很阳哦，很足量，酸质没有非常的多，甜度跟口感都还蛮显著的。酸质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确实酸质比较
不显著哈。然后巴底尾韵喝起来呢也是有一点点苦杂感，那你基本风味啊，然后橘子调啊都是 OK 的哈，就是尾韵的部分杂一点点，然后味道有点怪怪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进行我们的前面这500克的把它磨完，好开始。那我们完成了500克的第一阶段了哈，可以看到，其实我有点震惊哎，因为500克竟然才磨了差不多快三分钟，两分多钟而已，磨的速度其实非常快的啦，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没什么好诟病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测看说，经过500克以后呢 ，Philo 它的状况如何哈？那当然，因为刚刚磨的豆子都是一些过期豆或是 NG 豆，所以我还是需要一点点豆子来洗一下哈，大概也是两三克。稍微来洗一下，把豆槽里面的一些残豆洗干净。OK， 可以听得到齁，其实第二段开始呢，它的声音明显有变小声一点点哦。然后这是我们放多一点豆子齁，测一下它的声音跟运转的感觉有没有差异性齁。好，一样是 4.1 哈，研磨度是抓一样。嗯，感觉起来声音有变小一点点哈。如果各位刚刚有听到刚开始声音的话，那我们来看看整体冲煮起来的感受度如何。好，现在两分，其实大概2分20左右哈。那我们说抓保守点，2分25就水就流完了。所以大概磨了500克的时候，前后差距大概是5秒左右哈。那以学长平常冲煮的状况来说，确实，其实5秒对我来说，我就是有感的啦哈，我就是有感，因为我平常的冲煮的状况其实还蛮稳定的哈。嗯，其实有感有差异性，有差异性，酸值多了一点，然后甜值呢跟巴底都降了一点哈，这通常代表的是它的细粉率稍微略降一点点，但是尾韵的杂质呢还是有哦，还是会有一点杂味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本身确实对于Philo Old 来说呢是往好的方向前进，嗯，其实甜值还是很甜的，然后酸值补的多一点点哦。那这个方向我觉得其实是好的哦。那我们离目标还有500克哈，我们来试试看，到1000克的时候呢，就1公斤的时候呢，我们整体风味会能不能再更上一层呢？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那我们好不容易把1公斤的豆子全部都磨完了哈 ，OK， 那我们就准备看看最后 Philo Old 经过1公斤豆子的洗礼之后，它的刀盘呢、啊，还有细粉状况是不是会比较好了呢 ？OK， 好，那我们一样哈，先拿个3-4克的豆子来洗一下，把之前的那些残豆呢，我们稍微把它清干净一点点哈。好，20克的豆子。那我们磨豆机洗好以后呢，好，我们来听听看，4.1。
运转的状况，尤其是那个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比较显著，就是它因为它是 PID 控制的嘛，就是它侦测到没有豆的时候，它自己会因为刀盘里面没有阻力，它就自己会关机吼。发觉到了1000克的时候，这个 PID 控制的功能会比较显著的有启动，这其实可能都代表是它的刀盘的毛边都变得越来越平坦的吼这个状况。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冲煮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整体的冲煮状况吼会怎么样。好，门针，1、2、3，绕两圈回中间 ，OK， 40。其实我自己感觉起来，粉的吃水状况比前面两次都好。这代表说，其实因为如果你的细粉率偏高的话，你刚给水的时候会比较有阻力，你给水比较吃不下去，就在吸水状况没有那么显著吼。但是我刚刚第三次给水的时候，觉得稍微好像吃水状况比较显著一点点吼。所以我可以先在闷蒸的时候可以感觉好像它的细粉率稍微又降了一点点吼，就每一次比每一次更好。好，差不多，大概也是2分20，看不到水，2分25秒之内就流完了，所以我们整体来说，第二次跟第三次经过一年豆子的洗礼之后呢，流速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好，没有差很多。好，那我们来喝看风味上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差很大的差异？我觉得大概1000克左右会比较接近学长当初在测试的时候的风味，因为呢，当初测试风味的时候，本来就觉得 Old 是很甜的机器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就是如果你喜欢喝甜感的话，买 Old 是毋庸置疑的。对，那 Body 的量其实之前喝的时候，当然会觉得也是蛮多的，但是不会到爆掉的状况。但是随着我的洗豆子的数量越来越多。对，到了这一把三把里面，这一把的杂味已经降到已经很不显著了，几乎都喝不太出来了。然后酸值的比例呢也略微增加，所以可以想象到说，其实 Fellow 它可能服役的这个过程之中，刚开始呢，你可能大家要有点耐心，稍微的去让它的毛边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呢，可以修饰的比较多一点点。相信大概在1公斤左右的豆子你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其实我刚才是500克就已经修饰的很不错，但是1公斤的时候更显著。OK， 那这个比例呢会随着你的使用频率还有豆子的硬度哈，但豆子越硬哈，实际上这些毛边它退掉的几率会越高啦，速度会越快。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实验哈，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这是第三次。好，我们再喝一下哈，这个实验其实。也告诉我们说了哈，对于一台磨豆机来说，它其实说明书上面也是这么提示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新的角度去来思考一下，说，这台磨豆机它的表现，1、2，其实量的时候酸感2明显比1高上蛮多的哈，因为这两个的温度都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温度了嘛哈。那当然，我第三杯呢，其实现在温度还是比较高，但我想它等到它降温的时候呢，一定会比前面两杯的果酸再更显著一点。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你有买 Old 的话呢，你可以慢慢来测试，没关系，因为其实一公斤很快啦哈。如果你一般来说正常使用的话，可能1个月1个多月，你大概2到3包豆，你就会到1公斤哈。所以这个过程之中，如果你使用上面有一点点觉得好像可以更好的情况之下，相信学长哈，这台磨豆机会让你的越使用，你会觉得它的风味会渐入佳境。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哈。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对于 Fellow Old 磨豆机的问题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那学长之后呢，也会做关于 Fellow Old 的一些其他相关议题哈，譬如说我们如何让它减少它的残粉啊，或是我拍粉我要怎么拍。它可以让你的产品更少，这些议题，希望大家使用起来都可以觉得它更好用咯。OK，
好，那就到这边为止哦，谢谢大家，拜拜。